12月11日，由优酷娱乐制作、记录当代年轻人集体成长的综艺节目《以团之名》正式官宣选手阵容，近百位阳光帅气的新生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大家眼前，其中不乏张浩濂、杨童、赵品霖等超高人气宝藏男孩。在《以团之名》官方发布的视频中，英华旗下张浩濂海外密训归来，可静可动，展现多面魅力。苏勋伦面容精致秀气，颜值实力双双在线。赵品霖凭借干净清秀的面庞，让人过目不忘。随着官宣的不断继续，越来越多的新生将会出现在大家面前。据悉，以团之名的培养体系脱胎自有的数十年沉淀的中国专业艺术院校学院派，创新型的将其可视化呈现。置身于集体生活的新生们将直面巨大的团队挑战，通过汗水与付出磨砺成为一个有着坚毅集体品格和扎实艺术专业技能的班集体，敬请期待吧。